宋天，他来了，我们快点走吧。真的吗？周瑶，你先在这玩会儿，哥哥十分钟后就回来。可是我不想一个人待着。你就跟奶奶在厨房坐十分钟就好了。不行，奶奶她很忙的，是她叫哥哥你陪我玩的。周瑶，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你可以一个人玩一会儿。我现在是要去见一个重要的朋友，他马上就到了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我才不待呢，我还很小，我不能一个人待着。丁浩，你从哪里得到另一个徽章的？我爷爷给我留了四个，一个是他的，还有他朋友的。陈周瑶没注意我们，我们快点走。我不要，我不想一个人。宋天，怎么了？周瑶怎么在尖叫？没什么，奶奶，我们在玩游戏呢。不不不！星熊熊来了，小岛上从没来过这么小的女孩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，小英雄？我叫周瑶。我是萨萨。静静。聪聪。我是夏夏。这是长鼻象。我是微微。这是年轻英雄的剑，拿去吧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，周瑶？你为什么难过呢？他们都不肯陪我玩，让我一个人待着。可是我不想一个人，我很无聊，又有些害怕。我们在这里永远不会无聊。看谁来了。那是你的孤独怪。他就是你的孤独恐惧症。周瑶，他可不是你的朋友，他的目的是抓住你。但是不要害怕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你的。对，不要和任何人走，要是可以抱抱我，那就更好了呀。周瑶，我的智能丝带会把我们绑在一起的，永远永远。抓住他。这是一个飞行指南针，它可以带你看看小镇里的风景。周瑶，你现在要跟着指南针走，它带你看看我们小镇的风景，那里非常的有趣。我不想要一个人去。可是周瑶，我们没办法和你一起去，我们被捆住了。那又怎样？如果你不走的话，那我们就会继续躺在这里。还有长鼻象，他不会带你兜风的。长得奇怪的彩色小鸟，
七八糟的。哇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不同寻常。有人忘记给长皮箱上锁了呀。好的，长皮箱，别难过了。哦，真正的长皮箱怎么样了呢？周瑶，我会一直提醒你，一个人很可怕，很无聊，还很恐怖。不无聊，我玩得可开心了呢，还有小鸟、花儿，还有……你竟然敢反驳我！够了，我不想要再和你玩了，而且我也不看你的丝带。但一个人很不好。是的，但有时我们需要自己待一会儿。在精灵岛屿有很多奇遇，大败了缺点，这确实很有趣。听我说，我不会放弃，我们要鼓起所有的勇气。在精灵岛屿快乐再继续，打败了恐惧，努力战胜自己。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，只要你始终相信自己，确定自己。心灵守护者，我们坚强善良，不再流泪。心灵守护者，只要勇敢就能展翅飞翔，充满自信，不再孤独。快和我们一起来征服。真是一个聪明的女孩，你救了大家，你一点都不害怕，你很快就能回家了。回家后我一定会把长鼻象画出来的。那我呢？我也会画笑笑哦，我会把你们全都画出来的。周瑶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该丢下你一个人的。周瑶妹妹，你活得真好。宋天，快走开，不要过来打扰我。你自己没有事情做吗？抱歉，周瑶，我们不该让你一个人在家。另一个世界，梦幻笑道实在很神奇，英雄之间水晶亮起大